哎呦，大方一点嘛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你吃起来感觉一样。请我们的中评审给我们指导一下。这个吃下去，拿娃娃就是一样有鸟飞过，少的。因为他这是这个啊，这是娃娃，这是很会吃的。就是佩服他麻辣臭臭豆腐，他吃的完。麻辣臭豆腐超好吃，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去买麻辣臭豆腐。哪里啊？在哪里？那个台湾银行那边。我也要去吃，很混的吗？